即係話其實個社會係需要有個 sustainable 嘅可以持續性嘅工作嘅 working population 啦，可以做到嘢嘅人。但係有一班青少年朋友唔係好大眾啦，不過有一 group 啦，可能20% 嘅，好似你頭先咁講，好想尋求夢想嘅嚇，我唔使翻工，唔使成噶啦，總之我有麵包咁樣，沿途踩下單車，可能彈幾隻歌咁，跟住有啲錢咁啊繼續行啦咁。有一班又諗下先啦，瞓下先啦，起下先啦，諗下發生咩事先啦。有一班可能就去咗伊斯蘭國嗰度去改變社會啊咁啦。有一啲就真係好勤力咁樣去搏曬老命咁，因為佢哋睇到其實個社會需要一啲咁嘅 working force 咁。其實一個社會去到咁富裕，基本上就會出現咁樣唔同類型嘅人咯。